想请问你们第一次自慰的时候是几岁？我是大学，我自己在那个上铺，然后夹枕头。我自己是小学四年级，然后我有一只海豚的娃娃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海豚的那个头部的那个形状，因为我都会抱着，我就发现哎，为什么会有舒服的感觉？那我就拿了最初的。然后把它缠上保鲜膜，你有慧根欸，你还会缠保鲜膜，缠保鲜膜完全没办法进去啊，用手很酸啊，所以我才会去找到什么意思？是哪一头啊？等，你是用本体手部的动作，我们就有请两位来示范一下，开始大阴唇进行画圈刺激，开始感觉到身体的有一点点热热的啊，然后你就可以稍微的拨开大阴唇。我都直接阴蒂在哪？阴蒂在这，狂按子宫。对啊，我就哎、欸、好舒服，我就都这样子。胃口养大了。如果越来越多的女性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，你是少女还是你是成年女性，大家都有很健康的性知识来去教导身边的人或是你的家人，然后不让任何没有接触过的女生不会害怕，不会感到有罪恶感，甚至去否定自己。